家好，这里是由东鹏特饮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向上》。第一节，赛车课。我跟摩托车之间的关系，算是我女朋友吧。非常享受意志力很集中的那种感觉。转弯的时候，直线给油的时候，那种爆发力是我最喜欢。速度感肯定是最快的，也是直接能感受到那个风的嘛。哟哟，你终于来喽！你看那个皮衣，哇 ，Nicky Hayden， 这是跟罗西一块的时候的皮衣。对，就咱仨吗？今天？那个皮衣的主人肯定还是一个，但是我看有几个疑点啊。嗯，第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个比较高的，对，个子比较高，因为他是52号的皮衣，52号很大的皮衣了。然后他很可能是一个很了解 MotoGP 并且有情怀的人，所以他的皮衣是 Nicky Hayden。对，在杜卡迪时期的。对对对对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，就到，你好，王一博啊，尹正，尹正，好好好，胡夏，胡夏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所以皮衣是你的吗？皮衣，对啊，69号，我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哎，应该是吧？好，来，我们刚才一切的推测，我们现在来把它就逐一解开啊。首先号码是不合适的啊，然后你知道69号是谁吗？谁啊？好，证明他也不是一个资深的摸了 GP 的这个 fans。哎呀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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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很高兴见着人。哇！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万里达雅马哈9号黄世钊老师。好，我叫佳佳，我是黄世钊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018天天向上摩托车锦标赛。今天比赛分两轮，第一轮是排位赛，第二轮是正赛。第一轮排位赛，你们必须要在10分钟之内做出自己最快的单圈成绩。这个单圈成绩非常重要，决定你们正赛的时候的起跑位置。谁拿下最快的单圈成绩，就排在首发的位置。第二轮。正赛你们要跑10圈，谁最快完成这10圈，他就赢得比赛的冠军。我会在终点线等你们，恭喜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赛道毕竟是我跑最多的，虽然我也只跑了4次，但是你们一个个都跑了1次，有一个1次都没跑，安全第一啊！跑几圈，然后能把教练说的那些理论技巧都用上了，然后也不发生意外，这个是我今天的小目标。是我最好的状态的时候，而且是新的赛道。我从小是一个比较喜欢速度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开车呀、开摩托车都比较快，但这个主要是赛道不太熟悉。大家辛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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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！你们觉得自己跑多长时间？2分钟？怎么会可能？是没有到2分钟，还是超过2分钟了？肯定没到2分钟啊！没到2分钟啊！那就行了。
那我心里就有底了。你第一次上赛道能做出1分22秒65，很不错。大家鼓励一下。可以，厉害。谢谢。阿杰呢？目标希望可以比胡夏快一点吧。你感觉他比较快？是的，你感觉没错，你感觉非常好。1分06秒。哦，1分06啊！哇，好快啊！一我。希望进一分，一分钟以内。希望进一分钟以内。希望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点。一分尾，01秒头。哦，哇，01秒14。哇，你这呢？56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大概59、58。耶 ，good。58秒57。58秒57，算58秒整。这个赛道我最熟悉，我骑的最多。啊，你偷练？对，他跑过四，偷练，他第5次骑。他们太火了，他们很忙啊，所以准有。加油，大家加油！谢谢黄老师，谢谢。谢谢。担心王一博，因为一博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一个人。一博加油！让我拿次冠军能怎样？这个赛道毕竟是我跑最多的。小心我啊！虽然我是我们当中最新的一个，我会努力追上你们的。那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，我赢了。我在梦里，我把你们都超越了。是我见过骑车胆子最大的，王一博快了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快。在上面大直道晚刹车，杰哥是真的挺快的，可能跟他骑了7年的车胆会有一些原因。这本来我应该是第3名，今天杰哥来了之后，我变第4。那天气温度今天下午比上午上升了大概有5到6度，赛道温度接近50度，是对一个车手的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车引擎都非常热，而且人在上面还要穿着那么重的皮衣。你们可能万万没有想过，赛车会出这么多汗。它是需要大量的体力和精神力、意志力去支撑的。现在赛事最后一圈，哎，胡夏已经给一真套圈了。我刚要压车的时候，我发现郑哥在我旁边突然间冒出来。你郑哥是挺快的，郑哥一决高下吧。
像他们的角度好像越压越低了。感觉到我自己跟车的状态是越来越好的，也找到车感了，然后自己的状态也回来了，就还挺开心的。一博是好弟弟，我非常的爱他。我赢了王一博这个事情可是可以炫耀一辈子。天天向上摩托车锦标赛第四名胡夏，向上胡夏，第三名黄凯杰。天天向上摩托车锦标赛第二名王一博，明年你等着，明年天天向上摩托车锦标赛第一名尹正。小时候爱玩四驱车，然后遥控赛车，很喜欢骑行的过程，速度感或者是在弯道里的那种感觉会很喜欢，算是我女朋友吧。王一博的赛车梦想在兴趣与汗水的浇灌下蓬勃生长，时隔一年获得第一个职业比赛冠军。王一博通过十四号弯，冠军获奖车手85号王一博。一直充满着力量的王一博，以前还学习过哪些技能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一博。今天呢，我有一项特别的任务，要飞到昆明，向著名的京剧艺术演员裘基荣老师拜师学艺。听说老师啊要教给我一套特别特别难的一个舞蹈，怎么办呢？真的是压力山大。历经了9个小时的飞行时间，我们终于到了云南艺术剧院。啊，裘老师呢正在里面进行排练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赶紧进去吧，跟我来。今天我要教你一段京剧、太极、popping 的一段舞蹈，就是融合的。这个舞蹈，杨老师好。太瘦了。对，太瘦了。对，就是其实京剧就是那个精气神是吧？对，精气神，对，那个气，对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皮甲，皮甲。
学习学院，而我想做一名剑客。今年是鸡年，不如我就学击剑。击剑啊！击剑，锻炼身体协调性，强身健体，减肥塑形。就练这个，大力出奇迹。果然召唤出来了击剑老师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王一博。我早年来就想跟你学击剑。我们练击剑是为了为国争光，那你练击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为了帅，为了帅。哇，好帅啊，一博！特有感觉，有没有必杀技？是不是一定要练最帅的？其实你看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但是你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代表你决心和杀气，还有就我告诉你，从眼神当中透露出的那种坚定。这个剑就像个手枪一样，你要像握手枪一样。你看，击剑脚下的灵活也特别重要，前脚勾起来，然后往前一步，然后后脚跟上。钉子步，对，跨出与肩同宽的距离，顺势蹲下，后面的手要很自然的要拿起来，也等于是保持一个平衡，因为很优雅，就像芭蕾舞一样。我真的超有感觉。步伐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帅气的进攻动作，第一步伸手，第二步勾脚，第三步啪要踢出，手比脚要快一些。对，一个优秀的击剑运动员，他的速度比一辆跑车的速度还快，就像离弦的箭一样。哇，这个帅，这个帅，这个帅，玩命跟别人一搏了，就是一搏，放手一搏，对，来，帅呆了，太棒了，一搏，对，我觉得我已经学到了很多击剑的所有的最帅的动作，体会到了剑客这种感觉。所以说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吐鲁番的托克逊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来。我也是第一次来。那你怎么做导游啊？我们就互相导呗。我知道你现在很虚，但你这回来不的目的就是为了放飞自我吗？我就陪你一块放飞。你 OK 吗？你带我。哪儿啊？这是杏花园啊。还是杏花？对，杏花园，全是杏花呀。今天祖儿和我来到的是新疆第一村之称的托克逊万亩杏花园。一周后，伊犁的野杏花即将吐露芬芳。三月的托克逊，阳光灿烂，春意萌动。你帮我拍照行吗？爸爸。Thank you.
谢。手鼓送给你们，礼物。哇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偷偷翻偷训来做客。好。可以吃，这叫姜汁杏花米，还挺好喝的。哎，对，这是凉拌那个杏花，我们要把杏仁干炒起来才炒得上。这是我们用杏花做的杏花千层菇，特别酥，真的吗？尝尝来，妹妹。真好吃呢。哎，你这回回去是不是要给你哥哥们带什么礼物啊？有骆驼哎，要带骆驼吗？愿意吃骆驼回去。这是骆驼呢，也能喝，好喝。哇！尝一尝。我吃优先。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吃优先。先给男生喝。没事没事，试一下试一下。好喝吗？甜的，好喝。这一次呢，感谢哥哥们还有祖儿带我来到这里放飞自我，非常高兴。然后我呢，以奶为酒，哥哥们，我们干了这杯吧。啊，很好，很好。哇，来看，看我的裤子。腿一下就坐长了，对，腿坐长了，腿坐长了。对，一博应该可以，一博跳舞应该，一博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是双腿坐的话，其实可能会还好，但单腿坐的话，会感觉会力量更集中，会很练那个腿部的肌肉。对，天天向上，天天一颤一颤，天天兄弟长沙再聚首。对，一博呢？我现在拍戏我走不开呀、啊、哎呦喂，小一波儿哦。复工后的生活依旧美好。哇，好动感哦。太动感了吧。前锋你代表上海交流交流，舞蹈 PK 就跟他说你我怎么来，你们这一车四来四个方向，好好，我过来，一波一波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下一站更加有趣的地方，像那个周星驰那个电影似的那种，是吧？对，刮凉粉儿，徐州，哇，好香啊！哇，怎么这么辣呀、啊？谁有水啊？我就是云吞的肉丝加蒸蛋，我要原汤肉丝粉加酸辣码加排骨加肉饼蒸蛋，真的是是朗诵。一博，你看看这碗粉，我也想吃啊，好羡慕你们。今天兄弟们怎么穿成这样？我感觉你在催眠呀，轻点。大家请放松。心仪的那种男性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比我高，人品好，性格好，会打篮球。哎，我都会，我感觉我都符合你的标准呢。因为我今天不能到达现场，我就想送礼物给大家。下周日晚十点，跟着天天兄弟一起感受幸福的春天气息。